今天非常非常荣幸啊，能够受到邀请出席彰化高中80周年的庆祝大会，和大家一起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啊，我特别啊要代表蔡英文总统，也传达我本人啊对彰化高中80岁生日快乐，校运昌隆啊。那也特别要感谢彰化高中啊80年来，在历届的校长还有老师春风化雨之下，为国家社会培育了无数的英才啊，不管是社农工商或各个领域，那我们彰中人都能够非常精彩的啊贡献给台湾的社会。啊，除了今天哈、啊，今天我们的杰出校友以外，那我们刚刚介绍的啊，包括这个林益民哈、啊，是我一届的前辈啊，张主任是以前环保署的署长啊，我们成大的教授啊，另外林长根哈、啊，这个林医师哈、啊，是中医界的。2020年把那个案件送上去，那现在就只有经济部主委，他一直卡在说我们农地不可以做。问题是你们现在经济部又下去开了5个台糖的专业用地。报告，各位提问题。谢谢各位。彰化高中80周年校庆在今天盛大展开，赖副总统亲临现场，我们蔡英文总统也录影来。对我们所有的师生跟校友来祝贺，那更高兴的是王县长今天全程陪同我们赖副总统跟参加我们的大会，给我们师生非常大的鼓励。那过去这段时间每一场活动县长或是副县长都来参与，让我们感受到县长对地方教育对国立高中的相关的工作是全力的支持，那我们会一起来培育我们彰化的子弟更好的发展。感谢大家对彰化高中的关心，谢谢大家。好，谢谢。我另外一个是张忠哎，好来，张忠哎，来，刚你是跟副总统讲了哪些事情？我还是拜托副总统20精密园区哦，因为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把我们的二阶环评经过了5次、6次的一个会议的结果已经送到大会，那到现在一直没有进到大会的一个审议哦。那这牵涉到我们这个有500-600家的厂商哦，他们都期望能够尽快的来进驻，所以在这边特别又跟副总统来做请托。